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哥。今天新的一天，新的开始。已经在这边上班呢，是第十天了。我在这上班可以说也是上的比较久的一位了。这边呢，一般情况下就上个十天，都已经很不错了。有的干个一两天就跑了，这都很常见，因为这边的那个工作强度呢比较大，不像有的地方呢能够做这个呢，一直要跑，跑完之后还要站岗，就没有休息的时间。前面呢就要坐电梯，跟着别人呢去巡逻打点，还是学习啊。今天同样的第一班呢，还是跟着一个老员工带着打那个地库，就是同样的生活，真的好无聊，好无奈。为了生活，不得不每天拼命的工作12个钟。又是打地库的一天，这个地库好热好热，都找不到方向。现在做个保安都不好做了，什么都要会，会跳舞，还要会打点，还要会服务礼仪什么的，挺全乎的，什么都要会，还要会除草。昨天上午喊到楼上去拔草，拔了一个小时的草。草还没拔完呢，又叫下去了，又叫下去站岗去了。这个点位都100多个，这上面打印的也不清楚，有的好像打印的这个顺序呢都有点绕。打完了，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吧，然后跟着那个老同事一起打点。打完之后呢，我也没记住，他那个太绕。这上面光这个点位都100多个。完之后第一遍还要写这个地库巡查的这个车辆，这个一般都是照着抄就行了，别按着顺序抄都一模一样就可以了。地库搞完又站岗，哎呀，站了一个多小时了，现在11点了，11点半就可以吃饭了。刚才碰见一个河南老乡，是做那个空调维修安装的，电池没电了，去值班室换个电池。在想20岁应该做点什么，但是他妈的什么也不会做，除了干保安，他妈的干别的不太行。我就会补个胎啊，汽车美容，换个机油，其他也没学会。厂里面我不想去，想学点啥吧，他妈的什么钱也没有，一毛钱都没有。啊，把这个换一下，换一下还要去站岗，11点半就可以去吃饭了。换个电池，把旧电池放上，拿个新电池去。这边好多这个公务车，你看福田公务、福田执法的。这边来了好多领导，好迷茫呢。有些时候你会的多了也无奈，你会的不多更无奈，知道吧？我最初其实我是想做生意，但是做生意这两年的疫情大家也知道，我看了看有很多生意啊，并不适合每一个人做。就比如说我，因为我吧，你看这些餐饮之类的我是不会的，我只会做一些什么，收个二手手机了，卖个二手机了啊，然后你就像或者就是拍个视频了，这些都会。但是拍视频吧，我又很纠结，因为视频呢就我一个人呢，光拍视频是不行的。然后做剪辑吧，我也会一点点，但是家里面不让装那个什么网线，没有网线剪视频流量都不够剪的，很无奈。家里面人也不支持什么，反正做什么他都不支持，就让你打工最好。我家里人是这种想法。来到岗位了，直接把电池交给带我的同事就 OK 了，我就站那就 OK 了。去里面好多搞这个测试的车，这个是原容骑行，测试自动驾驶的。到了，换到了，然后老同事呢说让我先去吃饭吧，然后他一个人站在那里就行了。他在前面站着，让我去吃个饭先。
同事还不错吧，就是他脾气他妈有点不好，有点暴躁，反正他就是那种脾气急的人，不是那种和气的人，但是他整体人品还是不错的。每天都要经过这个车道上下出入口，每次都要从这个下去，这个近也方便。我们没有那个感应卡，所以说电梯都坐不得。吃完中午饭11:40，然后去上个厕所，现在是11:50，然后来打123 DFG， 自己打这个的都会，除了最后不会，其他都会。打脸就比较容易了，好记，不像地库找不到方向感。刚才坐电梯的好多人好多人，现在是吃饭的这个高峰期，客梯都已经坐满了，消防梯都干上了。保安点坐了一会儿，现在已经1:00，马上就要30分了，然后呢又要换下一班了，有可能还是站岗。巡逻是已经完成了，在这儿洗个脸洗个手撒泡尿，然后呢咱们就把这个东西呢交给消防中控室，然后换下一个这个对讲机去接下一个岗。我们这个岗位呢都是随机安排的，不固定，不是说你站一天就站一天，而是你站2个小时巡2个小时，就是这样安排的。好家伙，直接给我安排了一个那个什么岗，南门岗，特别轻松。就是这个南门都没有人，来到南门岗就是玩，一个字儿玩，表示这南门岗，就往这一带就 OK 了。带个屌耳机，他妈的，这个怎么搞的？今天都要在这里做一下核酸。现在这个深圳的这个疫情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，到处都有感染的。哎呀，又是巡查的一天。刚才把我去拿的是15的对讲机 ，ABC 三栋楼开始巡查。这样的生活感觉过得好没意思啊，我都不知道，我都有点厌世了，不知道为啥。好他妈的没意思，过着感觉一天天就重复这样的生活，真的好没意思。活着是为了什么我都不知道了。他妈，我喜欢自由自在的，可是这个疫情搞得别说自由自在的，出个区都是麻烦。哎，就我这样的人我都感觉有点顶不住了，这跑的腿好累啊，这个活太累了，一直要跑，这脚跑累好累，关节不舒服，还有就是一个脚底，脚底已经磨泡了。没有一个工作是好干的，太难了。我感觉这比工厂难，就是腿部很累，手的话就不累，然后还可以想一些东西，不用看别人的脸色，对吧？一直干活干活，这就我自己巡逻，你把这个巡完就行了，对吧？没人管你，在这挺好的，站岗就不行了，站岗还要看领导干嘛的，也很麻烦。这两天一直就有过去的领导，什么执法了、区委了，好多福田区的这边的领导呢，都在这边开会。这两天有点忙，我的对讲机一直都在响，说这个领导到了，那个领导到了。这边呢已经到达这个 C 栋，B 栋的 B 栋的这个天台。今天的话，这个天气的话就是有点阴的啊，雾蒙蒙的，对吧？还可以看到香港的那边的山
水。这边离香港特别的近，今天天气在天面上十分的舒服，好凉快呀。好了，接着巡楼了，巡完之后呢就可以休息会儿开饭了，下午的5点钟饭就到了，现在是4:20了，巡完大概4:40左右就 OK 了。天面上好多好多积水呀、啊、全都是这个积水，这上面的这个排水系统呢不太好，而且呢这上面还在施工，只不过这两天下雨，工人就没有干了。晚上的话巡楼一不小心就把这个皮鞋给打湿了。这上面呢还有这个物业他们种的这个菜，搞这个小菜园，啥都有，冬瓜、辣椒、番茄、薄荷，一应俱全的，这就可以直接吃了。要不说也非常 nice， 昨天呢就在这儿拔草，拔了会儿草就等下去站岗去了。最后一班呢就在这边站岗，这边的话也没啥事儿，因为是晚上的，现在是5点多了，然后到7:30我就下班了，最后一班岗。然后我这边的话是一个车岗，也就是说车辆入口嘛，出的话不是从这边出的，早上的话领导比较多，现在的话就是领导比较少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人。然后这边的话也是比较轻松。晚饭是自己做。阿姨非常好，她刚才问我吃饭没有，我们是不是自己买饭，如果没吃的话，这个阿姨说把她在上面别人不吃的那个盒饭给我，这个阿姨十分的善良。哪里呢都有这个好心人呢，真的，人家阿姨还关心咱们吃没吃饭，没吃饭给咱们送一个，这个阿姨值得点赞啊。如果世间人人多上一点爱，那将会是美好的明天。最后一班岗，我这边的这个伞呢有点摇摆不定的，容易坏，之前就坏过好几次了，不过我看今天的风应该能扛得住，一看车岗上都没有什么人，现在基本上都下班了，谁往咱们的这个科技园进啊？没有的。在这站了1个小时，感觉有点冷，我就把一个同事的外套穿起来了，他本来放在这下面，然后我就告诉他，我说我穿了一下，然后他说我给你拿下去，他说行，我就借用他一下这个外套。因为干这个在冻感冒了，那就不划算了，对吧？还要吃药打针。我们这边的话也是快下班了，还有20分钟左右就可以撤退了。晚上的话这个天气呢是越来越黑的，而且晚上的这个天气呢还是非常冷的。今天还是7:30下班了，然后卡也打完了，现在我步行回去。刚才一个同事呢是我们那个外包队长嘛，然后就让我签那个什么银行卡号、姓名、电话号码，就是确认一下。到时候前方50米左右。所以的话，他就等我了一会儿嘛，然后是等我到7:30，然后他说让我骑着单车，我说不用骑了，直接地下走。左转进。他说骑个单车，我说这么近的没必要骑单车。我就没骑，然后他就先走一步了，我就步行回家就可以了。前方迎兰花。不知道为啥，我感觉有些钱该用的用，该省的省。有些时候呢，天天你看一天1块多，半个月卡的话可能便宜点，18块钱吧。啊，就是随便骑嘛。但是我不喜欢骑那种单车，因为也近。本来这个工作呢就可以。前方100米。我的这个肚子你看现在多肥多大，
就锻炼一下嘛，然后把这个肚子呢给减下去，这活儿就当锻炼身体了，对吧？多走没啥坏处，多走有益健康。啊，我都在家躺尸，快一年了，在家。前方五十米。然后考了驾照，在家里面玩了几个月。啊，上个月啊，十几号的时候才出来。哎，这边也是找了这个保安的工作，就先做着吧。到时候攒点钱呢，然后看看学点什么，跟着别人学点什么电工之类的。哎，还得学东西啊，不行，光搞这个他妈的真的生存不下去。啊，要么做那些电商，电商我真的有点搞不明白。那些二手的东西我能回收回收，其他的我是真不懂啊。晚上的话，现在这个深圳呢啊，人我感觉都比较少，不知道是因为疫情还是什么。前方一百米。深圳今年的这个人流量呢，真的是特别特别少，基本上就没啥人。晚上你看，这是福田区啊，最繁华的地方，你看车流量多吗？一点都不多，全都是零零散散的几个人。今年我来深圳，我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这里人变少。前方五十米。这是一个地铁站，就繁华一点。刚才走的那个地方真好少。回来都要穿这个地道啊，地道上面，就一直喊让大家佩戴口罩，什么做好疫情防护措施。